来到芝麻开门挑战大现场，我是芝麻。在我们挑战大现场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会带同学们去很多有趣又好玩的地方。我们的现场你在学校看不到，我们的游戏你在家里玩不了，我们的现场挑战的是你的智慧、你的体能，还有你们的团队协作精神。那么今天我们的挑战大现场又会去什么样好玩有趣的地方呢？让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吧。我们是来自北海国际学校的红山队，我是周氏千云，我是尤佳辉，我是齐宇昂，我们的口号是天天飞扬，永不言败，北海国际最闪亮。我们是来自广西北海市海城区第二小学的雏鹰队，我叫彭时杰，我叫赵莹乐，我叫曹文言，我们的口号是雏鹰雏鹰，明日精英，海城二小勇创辉煌，加油。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对于生活在海边的渔民来说，出海捕鱼是他们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就像农民锄地需要锄头一样，捕鱼最主要的生产工具便是渔网。解扣晒渔网是渔民打鱼归来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工作。由于在捕鱼的过程中，渔网或多或少会卡住一些小鱼小虾和水草等杂物，因此每次卖完鱼虾晾晒渔网的时候，老乡们都要仔细地将这些杂物清理干净。这样做的目的，一个是保护渔网不受腐蚀，另一个就是方便下次使用。请看你们的身后，两个渔网上面各有15种海产品，这轮咱们比的就是谁能把更多的海产品解下来，明白吗？明白。那不能直接就这么去解扣，我们是有一个之前的比赛，两队同学分别每人进行一次龟爬，沙滩龟爬，谁赢了谁有机会解一次扣，一次的解扣时间20秒，解开了拿下来，解不开白费。三人龟爬之后还有一次三人四足的接力，还有一次龟爬的接力，但是接力赛是可以由3位队员同时在这里解扣20秒，就是说3个人一起做，明白了？明白。5轮比赛之后，哪队解开的小动物越多，哪队就会获得这轮比赛的胜利。听清楚我们的游戏规则了吗？听清楚了。至于这龟爬是怎么回事呢？由我来演示一下。加油！加油！加油！比赛是往返的，我们得回去。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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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到这儿就算结束，我比一轮，同学们要赛5轮。好，准备，3、2、1，出发！齐勇加油！齐勇加油！齐勇加油！赵以乐加油！赵以乐加油！王！赵以乐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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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勇。20秒计时开始。还有10秒。一个。不能拽坏，这拽坏了不算啊。拽坏了不算啊。时间到。拽坏一个。解开一个。所以成绩是。挽救了一个。3、2、1，出！王世杰加油！王世杰加油！张春加油！张春加油！张春加油！加油加油！王世杰加油！王世杰加油！没摸到杆，回去快！这边，杆在这边，好。
好，二十秒啊，二十秒准备，二十秒准备，计时开始。加油！加油！范宏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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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还有人帮忙看好了。加油啊！那扇子。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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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秒了啊！一时间，啊，刚好合适啊！好，准备，三、二、一，走！加油！加油！唐文宇，加油！唐文宇，加油！哇，你俩爬的比我跑的还快啊！加油，袁家辉！加油，袁家辉！加油，加油，袁家辉！加油，加油，加油！啊！二十秒，计时开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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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一条，那一条。加油！加油！加油！别把渔网弄破！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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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的。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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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时间到，停！停！停！哎，差一点没关系，一会儿可以接着来。哎，这个一会儿你捡起来就算你的。三，海角，二，出发。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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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快，别摔倒啊！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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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玩意儿。不行，你这只脚没过去，不行不行，重新转回去，快走，快走，别摔倒。看看，不能犯规，对不对？当时太急，然后呢，我就想快点拐嘛，然后一拐呢，那个脚就没有迈过去。好，准备啊，二十秒，计时开始。你还有这时间绕圈啊？哎，哇，太浪费了吧！五、四、三、二、一，时间到。你这卡死了，谁不卡呀？没有办法。准备，准备啊！最后一轮接力赛，三、二。一出发！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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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摸到杆就可以了。加油！加油！加油！回去的时候一定要整个人过了这个杆才可以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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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身子过来！好，走！快点，就前，就前！手要碰，手碰到就行，快快快走！加油，唐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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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要过去啊，人要过去，人要过去，好，走。王世杰爬，爬！四肢着地，四肢着地，四肢着地！这比自己跑得还快。啊，不是，看着就要输了，努力吧，尽自己最大一份力气。目前雏鹰队一共解下了四个鱼扣，而红山队只有两个鱼扣，不过他们还拥有最后一次集体二十秒解扣的机会。如果在这一轮能拿下三个鱼扣，那么他们将提前一轮获得这次活动的冠军。不过最后的结果又到底会怎么样呢？就是我要看计时器，给我。
十三、十四。五、四。阿水，快点！二，时间到。耶！都是四个，都是四个，两队打平了。不的感觉。其实这是已经失去生命，然后又干化了的珊瑚，而真正的活体珊瑚却长得婀娜多姿，十分柔软，并且色彩更为鲜艳夺目。这种奇妙的生物常常以温度高于20度的赤道以及附近的热带和亚热带无污染海域为家，而广西北海的北部湾海域就是在地球上它们能生长的最北区域。我们本轮的比赛就和这些奇妙的珊瑚有关。巧变活珊瑚，你们在北海有没有来过这里？有。这儿叫北海海洋之窗，里面展示着很多很多的活体珊瑚。这一轮比赛我们要求两队队员到里面去找活珊瑚。找哪些活珊瑚呢？我们会为每队提供同样的6张珊瑚照片，一位同学负责在外面指挥，两位同学负责去里面拍照。哪队在规定的15分钟时间内拍到的准确的珊瑚数量更多，哪队就会赢得这轮比赛的胜利。听清楚我们游戏规则了吗？听清楚了。这轮有没有信心战胜他们？有。你们愿不愿意输？不愿意。好，准备向后转，看珊瑚，出发，走。尽管同学们之前都来过这里看珊瑚，但谁也没有仔细研究过珊瑚。今天的这场比赛不仅要考考大家的默契能力，同时也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芝麻告诉同学们，珊瑚大都以长相和颜色来命名，要想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获得好成绩，首先就要记住这些珊瑚的名字和特点。现在同学们，在我的这部相机里已经存好了6张照片，都是活珊瑚的。但是啊，我们关键要找到的那个目标珊瑚呢，边上都会有些参照物，要找到这一颗，找到这一个，并不是那么简单，就要看清楚它旁边的邻居究竟是谁。因为珊瑚虽然是活的，但是它不会到处跑，它只会固定在那里待着。好，准备，计时开始。指挥啊，来，跟我。这个，摁这个，对。听得到吗？听得到。现在，红山队的秦宇昂和尤家辉已经跑步到位，就看不在现场的周氏千云如何指挥了。不过，要想在这密密麻麻的珊瑚群里找到目标珊瑚，显然难度不小。我现在说第一个的样子，它那个珊瑚长像金针菇，然后应该是那个，应该是大狼头珊瑚。左上方有一个蓝色的珊瑚，蓝色的珊瑚是哪海叔？它旁边不是蓝海叔，那它旁边是什么珊瑚？哦，应该也是一个大狼头。对，大狼头珊瑚的左上方有一个参照物，大狼头应该在那里。第一个咱们就看见那里有个大狼头，我们再找一下吧。如果你们觉得太难的话，我先给你们换个简单一点的，然后你们再来找别的。哦，换下一张吧。这个是手指珊瑚，然后手指珊瑚的左下方有一个白色的，应该是蘑菇珊瑚，白色的。红珊瑚珊瑚。那是什么？它长得像金针菇，然后它的右下角是一个，它右下角是一个手指珊瑚。那个手指珊瑚下面那个金针菇一样，是不是白色的？照起来，那张最边边。靠近一点，照近一点，照近一点。我们找到了，把它拍下来，拍得清楚一点啊！拍清楚了，下一张，下一张，
下一张是香菇珊瑚，然后它应该，我估计应该是在那个玻璃窗的最边上，然后那个香菇珊瑚是一群，然后下面是蓝色的那个底，那个板长在那上面，长在那上面的。它底下是不是有很多那种红色的那种？就是长在上面，然后那个是坑坑洼洼的那种。这个我找到了，这个像蓝色，找到了。这个珊瑚是白色的，然后上面有很多的，就那个泡，应该是气泡珊瑚，然后它是长在一个绿那个树干，然后它是好像是就把那个树干挖了一个洞。没有，那个气泡是张开的还是已经没有张开的？是不是它里面是白色，然后外面有几个棕色？对。那它是像花一样的还是像椭圆形那种？它是像椭圆形的那种。好的，就是这个，我们找到了。哪个？5 4 3 2 1，红山队出来了。时间不够用，然后就有些语速表达不清楚，语速稍快，然后导致我们队员找珊瑚比较费劲，有时候说不清它旁边有什么参照物什么的。你们到了没有？已经到了，快点。这朵圆帽珊瑚是张开的，旁边的参照物是带一点绿色的边，但是收着的圆帽珊瑚，看有没有吧。里面，哦，明白了，应该是这个，扩大一点，好了，这个进来了吗？可以了。珊瑚什么？气泡珊瑚，在气泡珊瑚水族箱。那个气泡珊瑚上面有很多八字扣的那种，旁边有什么参照物？没有参照物，就那一小撮珊瑚，那一堆都照下来，但是不要照到八字扣珊瑚。这个，中间这个，这个，哪颗？中间这颗，这颗。对。下一个是手指珊瑚，在哪里？我怎么知道？手指珊瑚，它旁边有一朵白色的挨得很近的花瓶珊瑚，然后是两朵手指珊瑚在一起的。OK， 中间这个。OK， 我们找到了，是不是它那个两朵，有点像两朵白色。杨黄师姐，跟我讲，里面讲，有点像两朵花瓶和那个两朵里面那个珊瑚。好，你知道吧？第四个是象耳珊瑚，象耳珊瑚，象耳对不对？象耳珊瑚，它的珊瑚礁下半部分是一个镂空的，它是在一个平板上面，有一点像一座桥。桥身是棕色的象耳珊瑚，它中间是半圆形的，有点像一个碗。明白了 ，OK， 我们已经找到了，是这吗？下面是香菇珊瑚，全部都张开这一群。它的这个香菇珊瑚张开的范围很大，这个旁边的，也有一旁边的这些那个边呐、啊，都是已经垂直的。然后它的后面有一些边竖起来的香菇珊瑚。有一些竖起来的。竖起来是怎么回事？是比较稀疏一点，还是一群竖在一起的？聚在一起的大型象耳，不是大型香菇珊瑚，它那个香菇珊瑚都是属于这一群里面比较大的。它就是它旁边没有什么尼罗河或者那个大狼头，还有那个象耳之类的没有？对对对，就是那个，然后架起了一条板，下面那里有一个镂空。2，时间到。指挥的挺好的。第一，他把那个珊瑚在哪个位置详细的描述出来了。第二，它就是描述了旁边的参照物。
你的语言指导别人的行动，同时行动方案做的是一件他们根本看不见的事。刚才红山队在15分钟的时间内一共拍对了2张照片，而我们的追队一共拍对了4张。恭喜你们！由于北部湾风浪较小，水质清澈，并且富含无机盐和浮游生物，加上海水温度常年保持在25度左右，这就为一种名叫珍珠贝的贝类生长与繁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因此早在2000多年前的北海就开始了珍珠养殖，如今这里更是成了闻名世界的珍珠之乡。珍珠的用途非常广泛，甚至它还可以用来制作独特的艺术品。用珍珠贝来做法，具体怎么做呢？我们为2队同学提供了同样的珍珠贝工具、画笔、颜料，你们要做的就是在规定的1个小时的时间内，以渔家生活为主题，创作一幅珍珠粘贴画。不过，要想将珍珠从珍珠贝里取出来，又该掌握什么样的技巧呢？我们这个贝，我就采一个贝给你们啊。采这贝的时候呢，你这样用手，用一下手指啊，看到吗？那从这里进来。后移啊，再去后边的，这有了，哦，哪个错了？哎，真是的，好漂亮啊！这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珍珠就采出来了，珍珠了，你们拿来看看哈。哦，所以这个工具就是这么用的，对吧？对，记住时间只有60分钟，做好准备，60分钟，马上开始。珍珠粘贴画自然离不开珍珠，尽管刚才同学们了解到了取珍珠的技巧，但真正操作起来难度还是不小。其实要想追求速度和质量，同学们就必须将开珠刀准确快速地插入珍珠贝的气口，然后再用手掌的力量将它一撇就可以了。好在经过几次尝试，同学们总算是初步摸到了开珠的要领。哎呀，珍珠还是两颗，哇，2颗！哇！加油加油加油！放在那里，放在这里。爽哎！哈哈，咱们现在有4颗。你们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啊？是先把珍珠贝全部都打开，还是说那个？不，他先画的，我们就敲10分钟的锣，能敲多少敲多少，然后让他我们敲好了，让他捏这个珍珠。哦，是3个人都有分工。你们准备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渔家故事。就是珠环和捕蝉。哦，你们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是先把珍珠都开出来，再作画，还是怎么办？他一边作画一边画。对。我看他那是先画轮廓呀，你直接写意了是吗？我们不要。你们的主题是什么？渔家故事讲的故事，就讲他们孤转小康的生活。对，小康生活。自己编了一个新故事。对。由于珍珠的数目是比赛的要求之一，因此双方队员在开珍珠贝的时候都非常小心，生怕漏掉一粒珍珠。虽然实际情况并不是每一个珍珠贝里面都保证能有一粒珍珠，能获取多少珍珠多少带有一点运气的成分，不过这也要求同学们需要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取珠技巧。与此同时，双方负责制作粘贴画底稿的队员也在紧锣密鼓地忙碌着，一个是要再现当地关于珍珠的一个古老传说，一个是要讲述现代猪农的幸福生活。最后谁能更好地表达出自己的创意初衷呢？哪个故事又能赢得现场11位小评委更多的喜爱呢？现在2支队伍的珍珠贝都已经开完，同时底稿画也勾勒完毕，接下来大家开始紧张地对底稿进行珍珠粘贴和各种补充。最为精彩的是，此时各队都亮出了自己创意的秘密武器。是白色的沙是吧？不，就这种沙。对，那我就帮你撒。好了，没有，在这撒干净，撒完。这还是这，撒。好，走。一二三，走。
来到北部湾的北海沿岸，这里生长着一种神奇的树种，那就是红树。由于它们往往成群连片生长在一起，因此人们又把它们叫做红树林。这是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生活着很多小鱼小虾和海螺，而它们又吸引了许许多多的水鸟前来觅食，白鹭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我和白鹭合个影，两队同学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在规定的40分钟时间内到红树林里去和栖息在里面的白鹭亲切的合成影，但是最好不要打搅他们哦。同时在保证照片清晰的基础之上，哪队能够完成合影的人数更多，哪队就会获得本轮比赛的胜利。相信同学们都已经布置好了自己的战术，对吗？对。也有做好了准备，对吗？对。对，准备好了相机，准备好了雨鞋，同时他们还有自己独特的战术。究竟他们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呢？我们还是让他们自己先讨论一下吧。你先照，先照我和他。谁照呢？然后狂照之后，然后换人我来照，你们两个照，然后过一会儿再换，狂照完了之后再换他，他来照，最后我们三个人大合影，怎么样？啊，可以，有道理，佩服。可以。怎么三个人照？
三个人这样就把那个相机那个绳子，不是有个绳子吗？你绑在手上，你穿着手杖，然后把手就把那相机翻过来，然后拿住，然后按，然后你看嘛，这样子，对啊，你看嘛，过来靠近一点，然后照。问你是这个白鹭，它会乖乖在这里吗？它肯定不会，它一飞起来赶紧照啊。有道理，这样子我们更加清晰了。对啊，平时用照相机，我们顶多才拍到两个人。对，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同时拍到三个人呢？现在网上不是有一种自拍神器卖吗？对啊，我们可以找一下工具，看看能不能做成一个自拍神器。此时附近保洁阿姨手上的扫帚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如果将相机绑在这个扫帚上面，是不是可以自制一个自拍神器呢？他们决定试一试。好心的阿姨爽快地将扫帚借给了富有创意的同学们。红山队的队员将相机绑在扫帚尾部，然后打开了相机设置中的延时功能。我们先试一下。我们准备好了。 OK 了， OK 了，成功了，耶、yeah! 虽然延时拍摄可以让三位同学合影成功，不过在这延时的过程中，白鹭会不会等他们摆好姿势呢？比赛一开始，两支队伍都不约而同地奔向了红树林边沿的草丛。原来他们是想伪装一下自己，以便更好地接近白鹭。其实如果是在野外观鸟或者拍鸟，大家不仅需要伪装头部，而且还要穿深色一点的衣服。不过在这城市附近的红树林，水鸟们已经基本适应了过往人群鲜艳的装扮了。尽管从高处看这里的白鹭不少，不过一旦它们进入了林子，也许就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了。同学们要想接近白鹭并且与它合影，首先就必须要特别的小心。就是这样，就是蹲下，这样就是起来。梦想队为了能找到白鹭并且顺利的与它合个影，他们甚至还设计出了一整套的手语。红山队的队员似乎信心满满，他们相信刚才制作好的自拍神器一定能派上大用场。永妮小心水深，你们必须有一个人，你必须要在完全在我前面发现白鹭立即抓拍。我们跑过来，我们跑过来，看见了，看见了。找不到，找不到，照得太慢了。哪里？我照，给我照，你照得太慢了。等你照。好不容易在红树林里发现一只白鹭，可是由于梦想队的队员们照相的速度太慢，白白错失了一次好机会。与此同时，经过艰难的迂回寻找，红山队的队员似乎也发现了一个目标。嘿，那里，快点，快点，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你们拍，还有一个队员，快点过来啊。哎，不接，总得没有好吧，先拍一张行吧。对啊，快快快快快点，快点飞起来了。好好了，在哪？在那儿啊。五，你也去。四三二一，根本什么都没拍到。不一样，自拍神器不管用，感觉他有时候他都不听指挥，刚说完然后白鹭一上来，他就马上拿相机拍，根本就不拍人。白鹭进了林子还真不好找，如果同学们要与他们合影，就必须在白鹭飞上树林的那一瞬间迅速抓拍。现在天色越来越暗，寻找白鹭也越来越困难了。看来两队队员要想完成与白鹭合影的任务，显然难度不小，不好找。他们隐蔽得很深，就是要进去森林里面找
才能把它们找得到。有时的话，你叮叮当那里找的话，有时候它们飞起来我们也看不到。就在寻找白鹭即将失去信心的时候，梦想队的队员似乎有了一个新的重要的发现。白鹭爪子，这里新鲜的。往这边走，但是不一样，你看，这个是往这边走，那个是往那边走，这个还要往那里走的。哎，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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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肯定今天有很多白鹭。我看这是肯定有白鹭过河，而且是新鲜的。我白鹭照上去很清晰啊。你都比较杂乱吧？看来这附近林子里的白鹭还确实不少。不过现在正是白鹭归巢的时候，所以尽管梦想队的队员发现了很多白鹭的脚印，但要想在这密密麻麻的树林中寻找到它们的踪影，依然是困难重重。来了来了，快来，我们进一头。我没有太小了，完了，来了，没有没有了没有了，它低了，它低了，它要往高了飞，我们要过去，走走走。飞起来了之后，我们赶紧就站在那里照相，然后但是还是因为白鹭飞得太快了，我们抓拍的不及时，还是没有照到白鹭。事实上，由于白鹭飞得比较高，因此要与它们合影的话，同学们必须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才行。梦想队的队员怎么也没有想到，一群白鹭飞临红树林的时候，红山队的队员就恰巧走到了这个位置。嘿，快点，快点，快点！别退了！哎，等会站着。照到人了吗？照到人了，但是没有白鹭。你看，如果我会 PX， 就是机了。哇，有了！你们看到了？嗯。你看，这里是你们。嗯。得。拍到了，拍到了。随着天边落日的快速下沉，这一场我和白鹭合个影的活动也终于结束了。由于我们的梦想队没有拍到红山队和白鹭群有了一张合影，所以这轮获胜的就是红山队，恭喜你们！耶！这轮比赛，其实啊，我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大家往后看一看，可以看到大海上有很多的渔船，对吗？对。北部湾这里啊，有很多很多的渔民，在过去啊，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感受到渔船点点，渔歌阵阵。哎，今天我要求同学们，在规定的30分钟时间内，在这片海滩寻找可以运用的所有工具，来自己制作创意乐器，然后配合上你们的歌声演唱并合奏一曲，最终哪队的歌曲哪队的音乐最能够赢得我们现场请到的大众评委们的青睐，哪队就会获得最后这轮创意大测试的胜利。听清楚游戏规则了吗？记住，时间只有30分钟，东西你们可以随便找。30分钟，计时开始。先去找那个塑料瓶，然后回来。你肯定啥锤呀？要不然你来打那个井道，你就拿个石头贝壳的上面打。然后差不多。然后我们觉得我可以再畅想的话，那个我们奶奶那可以用一个锣号吹。对啊，你会打鼓吗？会。那好，你来做一个主鼓，那我会吹的乐器。吹，你会吹排箫吗？会啊。排箫。我们可以做个简易的排箫。嗯。那个踏浪的话，那个音就反反复复的哦。嗯。做那个排箫，你就可以做几根管就得了。嗯。然后我呢，银滩的沙子那么多，还有一些小贝壳，这样加起来的话，我可以做一个沙锤。嗯，那我们就这么决定了。对，现在两支队伍都已经商量好了本队的创意，接下来就要看谁的动手能力更强，谁能做得更好了。这里有一段竹子耶。在一处绿化带附近，红山队的队员找到了一些施工后废弃的竹筒，这应该就是他们制作排箫的材料了。就在杨生和马英杰去寻找制作材料的同时，雷芳在沙滩开始了挑选贝壳的工作。
由于是用矿泉水瓶来做沙锤，因此它挑选的贝壳必须个体小，并且尽量没有破损。老板，你这里有水桶吗？能不能借给我们？找那个桶来。能借给我们吗？这个吧。谢谢。谢谢老板。谢谢。这个水桶能干什么呢？难道也是用来制作乐器的？与此同时，梦想队的队员也按照之前的创意在进行着原材料的收集。我把这拿上。帮忙找这球。哎，不错哦，这声音。这锣鼓啊，别买太小，别买太大了。最小的。就这个。这个。太难了。这个。多少钱？买这种吗？这个吧。这个好啊，这个比较有那种声音，是吧？由于在沙滩没有找到理想的贝壳和海螺，梦想队的队员拿出自己的零花钱，在附近的小商店里挑选了一些自己需要的材料。现在两支队伍都已经收集好制作乐器的原材料，接下来就是将它们变身为自己需要的乐器了。我觉得这个你可以当鼓棒来敲。可以。这是什么？噔噔。好了。干了。我的小螺壳呢？把那个盒子给我。这个怎么样啊？这么大也不好听。42，42不是43。你要吹到五，1、2、3、4、5，你吹到五，然后我6开始唱。小鹿好好地的吹，好地了展翅飞。现在，我已经在现场为你们请好了大众评委，就在你们的身后。接下来你们要做一件事，非常简单，展示一下自己自主创作的乐器，然后还要演奏一曲，合唱一首。哎，首先我们请梦想队。向评委们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这个外面是鲍鱼壳，里面是像这样子的小螺，敲一敲发出会有一种很清脆的声音。好，打节奏用的。这你这是什么乐器呢？我这是呢，我先用这两个海螺，是把这个粘到珍珠贝的这个壳上，然后呢，我再用另一个海螺再来敲打，这个很有节奏感。我听听看。好，声还不一样。嗯。好，这是自己买的。那这个呢？这个是敲来用的，比较哦，也是一种敲击乐哈，哦，还可以刮，这种清脆的感觉。这个我做的这个是沙锤，我的这是二踢脚吹奏的乐器，排箫。哦，能不能吹一下，这个，让我们听听？大概就这个样子。哦，拿透明胶一粘就行了。对，自己做的，然后这个就是自己削出来的。我这是敲打乐器，这个是笔筒，笔筒在那边捡的。之后这是一根竹子这样敲打，之后这个水桶呢是我们往那边借的，之后就是拍打这样子拍打型的。哎，这声能让我再让我听一遍吗？这是怎么出来的？这个一拍打，它这个空气打。哦，还利用了大气压的原理。对，我们表演的节目是踏浪。走过来，请你们歇歇脚呀，暂时停下来。山上的山花开呀，我山到山上来。月亮嘛，你也是上山看那山花开。小小的一阵风呀，慢慢的走过来。请你们歇歇脚呀，暂时停。
记下来。海上的浪花开呀，我才到海边来。月亮们你爱浪花，才到海边来。我们要表演的节目是小螺号，开始。小螺号轻轻地吹，海鸥停了三只飞。小螺号滴滴地吹，浪花停了笑微微。小螺号滴滴地吹，声声唤船归。龙尾小螺号滴滴地吹，阿爸停了快快回喽。茫茫的海滩，蓝蓝的海水。都已经展示完毕自己的作品，那么现在就到了最最重要的评委投票的时刻了。队员们请闭眼，闭上眼睛，不能睁开。评委们，如果您支持谁，就请站在这队队员的身后来，请选择。听到了脚步声，虽然底下有沙子，但是我们还能感觉到沙土飞扬的感觉。好，哪队身后的评委数量更多呢？现在同学们请睁眼看一看，这边四位，这边七位，你们俩挑战大现场，在不一样的现场带给你特别的收获。我们的现场已经为你做好准备，电视机前的你也想来挑战吗？如果你有什么好玩的玩法，别忘了通过网络告诉我们。今天的挑战大现场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一起走牵你的手，我和你一起遨游。手。